就 implement 嘛，对不对 ？implement 然后 implement 是哪一个呢？就是它。可是我是内部的类别的话，我没有加这一行，但是我又要去实做它的话，该怎么做哈？基本上呢，在上面这一行关键在这里，就是说呢，我第一个哈，我买 value，买 value 是指的是这一个，买 value 一件一个物件叫 MV， 然后呢，底下我要取得界面的什么物件。 界面物件哦，可是你会发现我没有 implements， 那我要怎么做呢？第一个后面的话用 MV， 用它有没有？里面建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在哪里呢？在这个里面，就是 get value object。我在这个类别，其实这个内部类别内部的内层类别哈、哦，里面建一个 get i value 的 object， 就是利用它什么取得什么呢？取得这个界面实作的方法。那我怎么去做？其实基本上这边会什么会跑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 然后呢，在里面做，也就是实做的话，在这边做，那建立一个界面的物件，这个界面物件的话 ，new 原。